少，快做好准备。我们有的是时间。看来有英雄离开战斗了。那个英雄回来了，好，开始倒数，10秒，5、4、3，1，我们出发吧，战斗要开始啦！哈哈。我们上吧，这会有点痛吗？好不，我要迟到了。我的实力比我的外表强多了。这件事我是不是已经做过了？我要先回核心一趟。要做的事还有好多。我们有的是时间，选择天赋。该我动手的时间到了。看来我选到了好朋友。双杀！其中攻击这个英雄还有好多。跟我一起对抗敌人。漂亮的击杀！这一定会发生，我很抱歉。我们有的是时间。
先抢到宝藏了！哈哈！我需要支援。我们有的是时间。看来你的敌人比你厉害，希望你学到教训了。让那些旱鸭子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吧。进入射击位置。小子，我方堡垒被毁掉了，看看谁会先拿着古币来拜托我帮忙啊！选择天赋，倒转时光。家伙爬不起来了，朋友补得漂亮。连杀！进入射击位置。我的实力比我的外表强多了。一定很痛吧？别担心。我得暂时撤退了。老公，我要迟到了。我们应该暂时撤退。
我们有的是时间。时间可不会自己修好自己。主要目标，看来你们有座堡垒被摧毁了，你就沉入海底吧。选得太好了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集中攻击这个英雄，这件事我是不是已经做过了？极位置，好不，我要迟到了。你的敌人送了一份大礼，哈哈哈哈，跟那座堡垒吻别吧。
别让敌人摧毁我们的堡垒。这件事我是不是已经做过了？看来我们达成协议了，让你们的敌人享受炮弹雨。耶！不，一定很痛吧？我们所向披靡。还是说？现在只剩残砖破瓦了，我该撤退喽！主炮射击，选择天赋。好了，听话，他们要我们帮忙，就得再拿出火币来。你的对现在应该攻击这里。主要目标，大火上场啦！让这地方热闹些嘛！漂亮的骑杀！哦，你恢复了我的伤口，谢谢你。进入射击位，摧毁一座要塞，骑杀英雄。偷猎喽！我想他们快吃不消了。我们出发吧！这家伙爬不起来了，真了不起！这件事我是不是已经做过了？摧毁敌人的
先走一步。朋友，守住战线。